台湾是一座岛屿，拥抱山海，再加上多元的族群，将这些意象融合，成为2022年文博会主视觉概念，非常的亮眼，非常的鲜明，非常的有动感。那我们都希望大家看到这个视觉之后，会觉得哇，我们要一起来准备移动了，文化要移动了，然后大家一起到高雄，好好的去感受一下这个文化的魅力。今年的文博会离开台北来到高雄，以群岛共振为主题，推出文化策展区、文创商品展区跟 IP 图像授权区，并进驻高雄流行音乐中心跟高雄展览馆，以一条轻轨串联两个展区，移动是本次文博会的精神。事实上，垂直的创作体系，它从产制一直到应用到发声到发表，这整个过程呢是垂直的。但如果我们真正知道一个文化的表现是融合的，所以我们希望可以用群岛这个概念，共振的想法，再把它结合一次，变成展馆，变成主题，变成商展，看到不同时代不同的面貌，以及不同的当时不同环境的这个高雄的现代化过程里面的不同的故事，所以也包括30条的文博绕境，那会串接很多的历史建筑，有不同的诉说高雄发展的一些故事，所以非常的精彩。有抽象的文化论述，也有具象的商品呈现。在文创商品部分，号召全台将近500家文创品牌以及 IP 图像创作者共同参与，展现台湾年轻一代丰沛的创意能量。那今年有高达将近6000的作品，那500个厂商，还有很大部分的南部以前没有机会参与的厂商都一起来共创。每座城市都有不同的风格。2022年文博会前往高雄，结合文化跟商品创意，又借由轻轨串联在地景点，将带给观众港都城市特有的艺术魅力。人间卫视叶余莹、吴志恒台北采访报道。